我爸妈结婚纪念日那天，他们没有出去度过甜甜蜜蜜的二人世界，而是选择在家里和我一起看当年婚礼的现场实录。那个年代的人们结婚没有铺天盖地的浪漫气息，就只是简简单单的摆上几桌酒席，新人借着鞭炮的庆祝声走个过场。我妈胆子小，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吓得她走路都提心吊胆。我爸就一手拉着她，一边挥手和亲朋好友打招呼。我当时真的怕死了，还好有你爸在。我妈像个解说员一样，镜头一切她就喋喋不休地给我介绍。一套录影带看下来，她说的最多的就是你爸真好。我爸尽管一脸不好意思，却也不反驳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我妈手舞足蹈的解说。最后看了一眼时间，默默地泡了一杯牛奶，拉着我妈去睡觉了。那一天我收到的狗粮暴击翻了好几番。后来和我妈探讨爱情观的时候，她说以前总想着谈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，现在觉得细水长流的温柔爱情才是王道。我当时还不懂，一个劲儿的边听边问，什么是温柔？温柔就是你用筷子夹起豆腐的那种感觉。年轻气盛的时候就喜欢有性格的男生，两个人就像是火星撞地球，所有的喜怒都被放大好几倍。那些掺杂着嫉妒、吃醋、计较的负面情绪，远远大过甜蜜的心理感受。经历了几次大喜大悲的爱情，我开始强烈渴望有一个温柔的男生出现。不得不说，可能也是因为受到了父母辈神仙爱情的影响。没想到上天真的赐给了我一个举世无双的温柔好男友。最大的感受就是，他的温柔直接消磨了我的戾气，整个人如沐春风一样的舒服和自在。我不禁想起来，当时抱怨他为什么不早点出现的时候，他摸着我的头，很认真地解释，我的筋斗云半路融化成小雨了，所以我来晚了，别生我气了。可能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注定要掉进他的温柔海里了。想起来有一次，我趁着他午睡想表现一下自己，就把提前换下来的床单被罩都一股脑的扔进全桶洗衣机里，学着他以往的样子再放进烘干机中，设置好时间就去安心睡觉了。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，他轻轻地推醒我。我这个人起床气大得很，没由来的一股火就窜上来，皱着眉头问他怎么了。他对吵醒我有一点不好意思，问我是不是要把洗的东西全扔进烘干机里了。我点点头，一边窃喜被他发现我的勤快，一边又暗自抱怨他因为这件事情叫醒我。他很耐心地说，下次不要把所有的东西全塞进烘干机里，我刚刚的一番操作导致机器转轴压力太大，烧断了线路。没有想象中的夸奖，没有害怕后续的痛骂，有的只是这个男人的细心解说。一瞬间感动、温暖和满足把我填满，整个人都是暖暖的。如果是我的话，睡醒以后发现家里的东西被搞坏了，不管对方是不是好心办坏事，心里都会郁结、烦闷的吧。
我的愧疚感不断涌上来，于是赶快在淘宝上订了一个新的烘干机，然后蹦蹦跳跳地跑到他面前，告诉他自己的赎罪行为。他看了看订单，笑着和我说，把这个退掉吧，好歹让我做点什么弥补一下我的错误吧。宝贝，你买的这个型号不对，我们家里放不下的，周末的时候我和你一起去买个新的吧。这样的事情太多了，本来都是会引发争吵的趋势，后来都在他的处理下化成水。比如说，我经常因为工作中的老板的刁难，没少朝他发脾气。他总是默默等我把火发完了，然后抱着我，拍着我的背，和我说：“没关系的，你已经很棒了，我们再多努力一点吧。”他的温柔有一种很神奇的力量，每一次都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。以前我是个性格很火爆的人，做事毛糙，说话莽撞，是个火力十足的炸弹。但是和他在一起以后，被他的节奏一步一步影响，整个人都慢了下来，不再只会横冲直撞的行事，也不会为了图方便直戳戳的说话。周围的人都说，你现在变得真好。不止这样，温柔不但能改变一个人，还让一个人幸福。他所有的好都是润物细无声，他会帮我擦干头发，会低头给我系鞋带，会默不作声地吃掉我剩下的东西。他会在我来大姨妈的时候，一晚上一晚上地给我揉肚子，床边随时放着热水壶和暖宝宝。他会牵着我的手过马路，把内侧让给我走，会包容我的小脾气，任由我撒娇胡闹。他会主动告诉我他在哪里，在做什么，和谁在一起，会大大方方地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们。你不试一试，真的不知道和温柔的人谈恋爱有多美好。我们早就过了那个以为扯你辫子才是表达喜欢的年纪，找一个温柔的人在一起吧。没有碳酸饮料的刺激，没有奶茶的甜腻，但是就像白开水一样，最让人满足。尽管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不容易，但是温柔的他会挡住这些，只让你看见美好。我的宝
宝贝，我看过星辰刺入玫瑰，人造的浪漫总是太短，让我来轻声呼唤黑落的宝贝。原来我们才是互相成就，在这片太清冷的宇宙，做两颗互相眺望的星河。你窥探过我最不安的手，在青春最寒冷的时候，可却我只留我打开我。原来我们才是互相成就，在这片太清冷的宇宙，